伫台中市在市面个182.5公分爱波形个球一公分。但是他这样的话，我当跨上去，我们看一下破。会使啊，会使。啊，但是这敢会使咯？我袂使啊。唔系，我惊地，我惊车来叫起来。你先来扫落好啊。轻轻看条好啊，安尼看就好啦。看就好啦。系啊。华龙群，你这样拍上去 ，O 不 OK？ 我会当拖后边。没有，是是是。没有，确定，我都惊他拖袂。可以来坐啦。伊这，伊承载重量好多发偌济啊？承载重量哦，两小时拢会使。好是哦。拖可能起来有影。哦。我坐，哎呦，这酷炫足气味咧。哇，你看小姐再起啦，我坐头前安尼哦。哦，好出色的，很好玩的，这个很像我以前骑那个 mini bike 的感觉。啊！你讲听讲，这骑出去，迄个阮交工会拢会甲你关心到。去哦，定定的哦。伊讲，我刚才跟他闲聊，他说就是，伊伤细个家伙，那个各自工会的，他都以为他是那个无牌靓仔。哦，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台湾车那种实车啊，所以白龙雪特别来采访。我讲，特别是这两个相碰双剑的李董是要创啊，这专柜这当中啊，奥罗折叠的，迄个轿车后壁。是哦，哎，当我当转过来嘛。不行，这足像个哪？你问别，我想叫高气压嘞。你对这翕，对这翕来好吗？哦，它就是可以让人家用车子载啊。对，就下咧轿车后斗。真穿嘞。这40多年前的物件。哦，有够巧的啦，惊到。我讲，来翕错切嘞，翕无好哦。你阿两个放下无？来，做一讲，一二三，惊到。嘿啊。哎，师傅，你敢上师傅，你骑啊？去哦，不要死，跑车啊！刚刚呢，嚯，安尼根本做不安全感呢。刚刚我咧载我都拜你啊，系啊，好好，这个白龙雪，很好玩呢。所以你看白龙雪，虽然是即马我都拜较无咧接触哦，那是我本行家，无我啥物拢会晓拍，足侪频道拢会有条我关起来，对吧？所以白龙雪要加戆者，为自己找个借口啦，系啊。你们哦，事实上大概热爱机车的人，大概。看的话，东西都一样啦。来啦，林老师那个拍一下，最后一集要拍的，惊到有无？这阮兜灶脚放几啊支啊，来很快。我只要无车好倒尔。啊，那我们先把车子出去，大概我们在路上逛一下尔。咱来翕一下也重点，我们做好奇啊。来，老板哦。好。什么？你骑吗？唔系，你骑得好啊，我今日甲你骑拍。袂啦，袂啦。来，那个。老板他坚持要让我来灵性，他以被其他人宝贝都拍起，然后老板就是很乐意让我骑，我就把他的好意心领了。一般伊讲无收入，这是真男人啊。但是我就是伊讲这他说足霸的，啊懂，安尼好，你骑着安尼，恁恁恁恁干哪无啥声啊？带带你啊，这是无贵啊，啊，这是无贵啊，哦无贵啊，安尼哦，吓，吓，但是我看你有贵呢。爸，等下哦。爸，等一下。开了一模电嘞，电会打无？哦，电会打无哦。伊一般动车咪拢会电掉的。好，来顶来。我讲伊这做特殊，科技袂当电掉的。伊咧打的时阵也无会打无，吓，惊着。伊现在是空档的嘛？哦，足紧张的。一二三，进广告。好正嘞，大叫阿爽嘞。然后踩下去。到了一爽嘛，我就紧张了。好耍，放下就行。等一下哦，我去大概逛一圈了哦。好耍哎，伊个扭力吼，扭力都霸哦。最好耍，大概逛一下，这招扭力真霸呢。你惊着？好啦，大概我们体验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再来腰半的，好空缩，好空档灯亮了，来去坐，这空档灯嘛，好，然后我直接关掉得了嘛。真好耍，但是骑人家老婆很紧张。但是本来我骑久就惯习啊，卖用抓着了。好，老板，感谢你，我们来做个结尾吧。这台，那万不有一个迄种债主哦，吼，要甲你出一百，我后要卖。
正奈是无价的，嘛是了了了了，正奈是无价的。那我了了了了，哎，啊，这价是到底啥物件呢？这冰箱啊啥事啊？这命令器。哎哎哎，你个 get 到？哎，你老坐啦，来，那个，这啥物？你翕者。惊到！来，头诶！哎，含你安全帽很搭配呢。哎，对呢。哎呀，然后还讲，是，然后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，不小心让我发现到这台纪念版的小猴子他老婆，红色的。伊讲纪念版，我就想讲，因为那天机体真的不够了，就是度假尔啦。伊稍微想过想主焦。然后想说，就是顺便把这个小猴子的特辑把它拍完。然后这位老板也是很热心的提供他的收藏，我白龙雪拍，所以白龙雪就把这个 Monkey 个收藏版的，跟那个一般那种正规版的是吧？哎，正规。对啊，咱两个主要来做比较，然后分享给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些热爱小猴子的粉丝。然后国外如果有在玩小猴子，也能看到说我们国内也有人收藏到这个。珍藏版的小猴子，后来老板开始介绍，这台行，咱一般咱顶一集介绍的迄个小猴子，黄色一只，一插哩，我刚刚看伊珠啊，这个都是原厂的颜色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啊伊的特色，麻烦老板来往讲一下敢好。伊这那是珍藏版的，伊这放大是红色的。嘿，啊伊这有写五十周年。来给我。嘿，叫像五十周年，嘿，啊，这个放大是这个翅膀加是变啊是红的啦。啊，伊放大甲迄个无同，伊这较新的，伊这较老放大的。哦，这个是那贴纸下去烤漆的嘛？就是新版的放大，啊，第一代放大的这 logo。哦，哦，伊这是用一个纸扛起安尼嘛？啊，你伊翅膀甲翅膀无同，这较老的。哦，啊，等我看这是用 mark 的，啊，那个是用贴的嘛？对。啊，你讲这个是五十周年？这就像咱较早咱改车会讲什么 VIP 用贴纸做安尼。爱叫两只猴子五十周年。哎，它这个。摸起来很薄呢，我这两只是搞动作，头前都是扁糊呢。哦，1967甲2017年，嘿，停产。啊，搁边啊这块高牌嘛无同嘛。对对，这嘛是五十周年的版本。哦。诶，啊你当阵啊差哩只无同，我看过嘛，伊这个，伊这个起裤挂这嘛是嘛，这米相只嘛，这等于米相嘛。啊，搁这黑的，嘿，乌的。哦，伊这是搁做干哪？喷砂。嘿，喷砂啊。伊这做成人，迄较早 S2000有哦，迄倒挂哩做这种的。我这一台铝圈，你就还没改就对了。还没改。但是中枪应该是卖改，应该较有价值。保持原汁原味。对吼，这一种车应该是这样嘛。我顺便比对给同学看一下。所以铝圈跟这个黑倒不一样。啊，大钉。大钉一样。大钉一样。啊，搁坐垫啊。啊，零配啊，零配啊嘛同款嘛。坐垫也花，啊，伊后壁放金少的嘛有嘛。有无？哎，有啊，有啊，嘛放金蕉啦，哎，放金蕉，啊，只五十周年才有些 logo， TH 五十周年。来啦，我给你看一下物件，你有没有看它的里程数？一公里，搁200公尺，所以这一台原则上我们就不把它试骑啦。啊，所以它这边，哎，我搁来比对一下，你卖给他讲，我来发现一下好了。因为我比较白龙雪比较喜欢那个小台的摩托车，因为较轻巧啦。我来拍一下它的特色。啊，你讲这全省全世界有几只？好，千百只。千百只，你这伊敢有讲编号是排第几只？哦，伊这只无。无哟。哎，听讲是第一代，敢有影？无啦。啊，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去买到这一台纪念版？你哪知呀？因为就是有听讲，这出来一批了就无做。嘿嘿嘿。算限量的。哎，啊无，因为里程数多，咱用发动，咱就听看嘛，啥物无搞，好无？来，那个摄影师来麻烦一下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要走过一遍。安尼较有专业，来你，啊这嘛是讲真男人啊。对对对，有彩发真男人。哎呀，真细声嘞，我就觉得这种车真的发动起来，那种声音听起来很感动啊。这好像我是喜欢跑车的那种。嘿嘿。很好。对啊。啊，其他都一样，差在配色。哦，差在配色。啊，所以它那个里面那个，包括什么两缸、什么凸轮轴、什么角度上面拢改观，拢改观。哦，你种车不是咧骑啊紧，是咧骑啊顺，骑一个感觉。嗯。啊，所以你这个来，你镜头这边你帮我拍一下。所以你这是买车啥的？另购的啊。这听讲5000好像。哦，差不多哦。差不多哦，搁找一挂挂。哎，对对对。因为我看伊这表吼，写出成迄卡瓦萨奇哦，迄人上阿斯维种。
我咧坐咧骑啊，迄种，系啊，就是这种小车越看越喜欢呢。好，安尼咱甲关掉好啊。啊，伊这油桶开开，佮嘛是像咱一般迄个9295内底有一个小空有冻条的。无。油桶开开就直接加落去。透心伫内底啊。啊，阮讲方便开去看者。系啊，来，咱拍一下。哦，伊还佫锁嘞，来给我。哦，记得不能抽烟哦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我就加拍一挂迄个较精细的部分的通血，反正难得来看到这个实车啊。哎、欸，这伊的车重是几公斤啊？68。68嘛。嗯。啊，你说它这个改装套件的话，它大概悬吊系统的部分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悬吊系统。你当看下无紧皮啊？读原厂专用的迄个欧老师欧林斯。我讲夭寿的，这我就讲的啊。我的冰箱放几啊支？我看啊，我们就是那个欧老师的避震器的故事，这个老板应该蛮了解的。白龙雪从哪来改采访者？你看我碰到这物件，所以我讲有眼识泰山，安怎惊到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种车的？这卡车的吧？卡车的。卡车不是动嘛？那个，那个啊，做逗猫的啊。一只水呢？啊，这是叫另外车，这烟灰缸这种车的。哎、欸，真好耍呢，哎呀、啊，这个连缸去人去人买人那种，咩讲那个台铁啊，火车报废，我后尾听那面汤啊大侪哩，够有成就感。所以有的东西吼、哦，内行的，就是人讲外行的看外行的，内行的看内行的物件。好了，那大概节目我们就先到这样子，好 ，OK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感谢那个这个建大的老板哦，那个提供他的爱车。好了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那如果说嘉义地区有需要摩托车服务的，可以来请教他一下。我也是第一次让他认识。啊，变袂介意人哦，大家互相斗啥工作。好，大家就这样。节目最后，记得了，订阅白同学，第二个就是。加油！好，拜拜。